里塔姆出席发布新专辑 Kamikaze 也不过半个月的时间，在这半个月内，贝拉姆提过一嘴的 Lil Pump、 Lil XT、 Lil Xen 等 Lil 自备新生代 rap 纷纷发布动态比心阿姆，感谢阿姆骂他们。其中动静最大还是 MBK 先是开香槟庆祝，然后又一本正经的发布 This 自称 Rap Devil。 当时 MBK 出这歌的时候我也说过 MVK 还是狠的敢说，而且重要的是万一阿姆 disback 了呢。虽然阿姆在最新采访中表示很犹豫，感觉一定要回一手才行，但又不想通过自己的 disback 去提高 MVK 的知名度。不过阿姆最后还是没忍住发布了 KILLSHOT， 直接对准了 MVK 的脑门一顿射杀。这首 KILLSHOT 几乎回应了 MVK RackDevil 你提到的所有梗。阿姆表示 MVK 的 disc 根本没有什么杀伤力，他只能活在阿姆的阴影中。阿姆开炮的时候火力可能太大，总是能炸到不少人，这首 KILLSHOT 也不例外。 Taylor Swift、 Itty Harrow 纷纷中奖。有趣的是在这首歌里阿姆还提到了近期同样跟 MVK 有 beef 的 GEZGE， 而 G 本人也在自己 IG 上转发阿姆这首 beef， 并贴上与阿姆的合照实现联盟，说不定接下来还能听到 GE 新歌，也说不定阿姆再回应的 MVK 的梗。带几位明星出场之后还顺手丢了几个手雷送给 MVK， 除此之外因为 MVK 在 Rap Devil 里用了 Auto Tune， 阿姆提了一嘴还以为 Auto Tune 是什么新技术吗？无 SKR 怕是有点尴尬哦，哈哈，不知道 MVK 听完是什么感受。不过闲不住的网友已经先行脑补了一番，做了大量无情嘲讽 MVK 的表情包，心疼老强。虽然阿姆发出 KILLSHOT 之后点击量不到24小时破3000万，各种数据和评论一边倒几乎在吊打 MVK， 不过 MVK 此次的贡献不容小觑。抛开各种比较，我还是那句话，某爷最牛逼，但 MVK 也是敢的，感谢老强，为此我不勇。